Hello, 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你们最近忙什么？这个视频就是我的测试，我想试一试这个方法。我就想试一试这个抄写的方法，就是不，我把手机悬挂在我的头上，你看不到，从那个角度你看不到。但是我在手机上用的是一个听写的 APP，那个听写的 APP 就正在写下来我所说的话。我想知道它的效率怎么样？好像我说的话和它写下来的在一些部分不一致吧。念不一致吧？这是什么？哎呦，手机，你刚才写的是什么？如果我说的是比较简单的，应该可以的。但是如果我说的比较复杂的话，也许不行吧。也许我试一试，读一读，读一部分那个 Kindle 上的小说，哦，我按错了。OK，我算了哈。好，OK，我就是读。他颤抖着站起身来，有点装模作样的要去拿油灯。其实他真正想做的是跑去躲在酒窖中的啤酒桶后面，等候矮人们全走光以后才出来。突然间，他发现音乐和唱歌声全部停了下来，所有矮人都在看着他，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。你认为呢？你要去哪儿？从索林，讲说的口气，来判断。他似乎对霍比特人明里暗里的心思，no，心思都猜到了。心思就是心思，他写的是对的吧？来点亮光怎么样？比尔博满怀邪意地问道。“我们喜欢黑暗。”全体矮人说。不想告诉人的事情就得在黑暗里谈，黑暗里谈。离天亮还有很长的时间呢。其实还可以吧。那我试一试。如果我说，就是单独的汉字这类的吧，不是单独的汉字，单独的那个，词汇，我试一试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车间、车轮、车速、车位、车厢、车型、车轴。彻夜，no，no，对，我是对的。彻夜，是彻吗？彻幻，沉甸甸，是沉甸甸，对吗？沉淀，沉浸、沉闷、沉迷、沉思、沉稳、沉滞、沉就。前列、陈述、衬托、衬、
趁机 趁早趁机称呼、称作成才成家成年。也许如果我这样就是说出词汇，我的 APP 有一点糊涂吧，但这我就想试一试。如果我聊聊天应该可以吧。我这里的目的，我的目标就是自动的卸下来我的字幕，这样我可以省时间。我可以省时间。省时间。不是小红，不是小明，我们真的没有这么说吧。键盘 OK 好像这个方法不是完美的，但是也许我不用完全输入，就是从零开始输入我的字幕，这是一个可能性吧。如果你有别的可能性，也许我们可以试一试吧。其实一个主意就是用我的那个用我的那个麦克风。Yeah. 但是 OK. 这个手机有那个吧，这个是接口吗？接口。这个接口可以插进你的麦克风，但是我新的手机不能，所以我如果我用麦克风，我可以用这个旧的手机，那个旧的手机可能比较好，旧的手机，对，这样写的吧。好像他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停，我的句子的那个边界，就是看也他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，我说完这个句子，但是 OK， 好像这个方法有潜力吧，前途。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更快的写下来字幕应该可以吧。但是也你看不是完美完了吧，你可以不是完美的吧，也许没有那个诚意吧，完美 完了你认为有这个诚意呢？如果我认为我说的太快，就是这个吧，就是这个意思吧，这是这个问题吧。我说的太快，如果我说慢点，他也许会理解我所说的话，是这个问题呢？我不知道，这是我第一次试试，不是谢谢，是试试，尝试的试。 No， 不是诚信，是尝试，城墙，长城，四是四，十是 no， 十是十，四十是十，OK， 这是我的试试，你认为怎么样？需要考虑，也许更好的办法，这不理想吧。OK， 不好意思，我们在这里吧，我们到这里吧，我们可以、OK， boys and war OK， 我们到这里吧，下次视频再见，拜拜。